这颗是 Small Clone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用 Clean Tone 来听一下它的音色。好，这个，然后我们现在加上 Small Clone。现在我们先把它的频率转为低一点，接着我们加强它的频率。